重新的创角色，我想啊，我还是想要当黑人啊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头发？头发在哪里？有了！哦，我的头发好丑。先这样吧，先这样。对，这个伺服器完全没有 NPC 车辆，我不会要跑吧？我们要去找谁玩呢？找谁？其实我现在没有钱，可以叫计程车，然后不给他钱吗？这要跳到什么时候？卡了，哪是猴子脸啊？看啊，是猴子脸，有像猴子脸吗？怎么可以歧视我黑人呢？对哦，跳楼叫救护车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直接到市区，我可不可以直接自杀比较快？我还在想怎么自杀啊？好啦，各位。这个自杀一下，还不让我自杀？这水这么浅，这水也太浅了吧！哦，有，深了，下去，快点！扣血，太好了！我要回市区了，我居然还这么开心！等一下，我要打给谁啊？医护啊！我居然还这么开心，他死掉了。医护局没有接电话，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他居然知道我是江江哎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居然说是假的吧？好吧，骗人的吧？你还是不相信我是对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回之前那个符比较快啊！妈的假 ABC， 各位，他居然说妈的假 ABC 啊，这样子对吗？讲中文啊！啊咻！重生！哎、欸，重生了！哎、欸，重生了，睡了。所以是谁把我救出来的？既然他们不相信我是真的江江了，那算了，没有缘分了。我现在是付800块，我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啊，怎么办呢？But I have no money. 我现在付600块。我知道，是一副不屑的脸。Don't worry, man. I have no money. 没有钱。哎，刚才是他怎么说？他说什么？丹林，靠。打给307是吧？307。我不知道怎么设位置啊。Where are you from？
What？ Taxi 小哥93833，骗你！哦，我被闹了啦，93833是吧？笨蛋！对啊。哎呦，所以是骗你，我被骗了。哇，我这边降人数降到28个嘞！哎、欸，太好了，那我回去好了。这边感觉他们不太理我啊，还问我是从哪边来的。难道他们没有听过学弟的名字吗？他说这是假的吧？真是的，我们错过一个很好的机会，真是有眼无珠啊！有眼无珠啊！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切换到我们至少200万收入的伺服器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那个是给新手的资金，因为我们新手卖的车辆就刚好是210万，是什么状况？哈哈哈！会不会宕机啊？物件也太多，吉他哦，边弹边丢出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样是不是会崩溃吗？我穿墙，我穿墙了。啊，各位，我们直接换掉，好不好？太好笑了。